今天我们来分享保护肾脏的六个要点。第一，不把碳酸饮料当水喝，因为里边的果糖成分会提升身体的尿酸。第二，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水。第三，尽量不抽烟不喝酒。第四，不要熬夜，尽量早起早睡，作息规律，每日高质量的睡眠应该保持到7到9个小时。第五，少喝浓汤，因为浓汤中的盐分和嘌呤的成分很高。第六，不要憋尿，憋尿它会导致身体的泌尿系统引起感染。以上呢就是我们保护肾脏的六个要点，如果觉得受益，请点赞转发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谢谢。好。